中美的博弈呢，美国啊，现在是自己以前都说可以打两场战争，然后呢，因为以色列的关系，他动用了很多的航母，两艘航空母舰，然后呢，现在呢又不断的派兵到了中东去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呢，现在10月30号，美国说又向中东增派300名的士兵哦，所以加起来大概是1200名，所以呢，还包括了美国啊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也要派一些相关的装备武器到了中东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呢来看到是说什么？五角大楼发言人就说，我们要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，阻止任何国家或非国家的行为升起的这个危机，那当然是跟伊朗说的。然后美国的海军这个巴丹号2栖攻击舰也到了以色列南部红海这个地方去了。然后另外呢，因为它上面可以呢搭载直升机啦，还有呢旋翼机等等的，它也是有作战的能力。然后美国现在看到呢，5艘的航母处于部署的阶段。我们把这张图呢，把它放大一点，这是10月30号哈，美国海军学会他们做的。什么5艘呢？我们先来聚焦说，美国自己这边有一个华盛顿号坐镇，然后呢，在中东的部分有2艘，一艘是艾森豪号，还有福特号。这当然要坐镇怎么样呢？要来威慑好周边的中东国家，尤其是伊朗为主。然后呢，在亚洲的部分呢，卡尔文森号来到了西太平洋，还有雷根号在南海这边要威慑中国大陆。但是呢，中国大陆的山东舰也出来了。我们现在聚焦在中东的这一块，将军怎么看2艘航母？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加起来是5艘航母，看起来浩浩荡荡。这个五艘航母已经违背了美国自己的航母的运用调配，它一共11艘嘛，它以前是33制，对，1/3的船只在维修补保，1/3在补保以后的训练，1/3叫做部署，嗯。那部署在外面，它华盛顿号一定要在西海岸守的美国大西洋守家里的，这守家里，远东要有2艘，像菲律宾这边。那现在这个中东里面已经去了2艘，对啊，将来还可以，它还有4艘，还有4艘是准备好也可以准备好可以出航的，这个就要有点择鱼而接了，因为这4艘出来，你这边也要撤回来2艘，所以又增加2艘，就换句话说。在中东可能变成4艘航母，这个在美国已经倾其所有了，那这里面已经伤害到他自己维修的周期啊。哦，航母是这样子啊，它一年365天，12个月，对，6个月在外面部署，就是执行任务，6个月里面有3个月要维修补保，3个月要训练，大家听不懂，这些都是部队的，为什么还要训练呢？因为这5000人里面。他起码好几百人是要调动的，是有的退休的，有的轮调的，有的升官的。那这个在维修的3个月，可能这些老船啊，他修还3个月修不好。那修完了以后，你这些船上的这些机工啊，各个部门的专业人士还要跟着修理的同时啊，对，去熟悉这些新的零附料件，然后再出来做合成训练。嗯，那美国今天是怎么样？他把1/3的部署在外面，他把训练的钱 也全部用上去了、换句话说，他有6条船可以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他顶多要留了2-3条在那里维修，对，这就已经是尽最大力了。但是这里面已经破坏一个他维修的一个周期了，因为有的船已经50年了，对，50年他，你像上一次华盛顿号，他因为要换燃料。这个核能这个航母啊，最难的就是换核这个燃料，原子炉啊要调出来，调出来重新更换燃料棒再进去，搞了4年，结果搞了6年才出来，所以这里面哪条船要不要换燃料？因为这个航母给你年限就是50年，对，所以这里面有2条也接近50年，是，所以现在是等于说。倾其所有先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当然你可以镇住中东，像伊朗这些小国家，这个伊朗不小啊，其他的小国家，镇压住它不爆发全面的战争，但是你能维持多久？哦，维持不了多久了。你维持多久？因为你这里边有的船也要回去维修了。第二个。以色列能够短短的就结束我讲的坑道作战，刚刚就讲将军说你可能达不到那个短期就结束了，越战土坑道4年，这边呢你又不能够遏制哈马斯的新招募的人员，对，你说人会越来越多，对，而且别的
国家不会从地道里面给他送东西吗？会啊，会啊，因为他你封锁是表面的封锁，地道你封锁不了，所以他这次还有真主党里面还有5000多枚这个火箭呢，所以这个仗还有得打，因为你虽然是以色列部队很精良，但是你地面部队怎么到坑道里面去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，所以这个仗啊会打很久，对，那美国要面临什么问题呢？你支持以色列有没有责任呢？亚当雅胡本来跟拜登搞不来的，搞不来，因为亚当雅胡做很多这个出轨的行动了，就超过的行动，而且拜登非常不同意当年川普搞了一个错误的政策，把耶路撒冷完全交给以色列，这就得罪了所有回教国家。耶路撒冷是3个宗教的圣地，对，你通通给以色列，那也是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地方，所以拜登并不认同这个政策。对啊，那拜登今天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国内还是有很多犹太人的支持，尤其是高层有钱的犹太人，他的金主，他不得不去支持。但是支持完了以后的后遗症，他要付啊。是。对不对？你面对中东所有国家的外交呢？南美的外交呢？对联合国的谴责呢？你要不要付？要。第二个，5条航母出去，那个军费不得了啊！每条航母旁边有6到7条船的水伴的护卫，水下可能还要水下还有。你看，25条船，再加上这5条航母，不是30条船？吓死了！还加上潜舰，30多条船在外面烧的油、吃的东西跟战号，你美国能撑多久？是，这个航母一出去就是1亿美金了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问题，时间是个问题哦。你现在是做到这样，撑不了多久了。对，但是后遗症我讲了嘛。如果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把油价再涨一涨，对，那你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跟你美国的通货膨胀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恐怖分子在全世界再导弹一下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恐怖分子打仗他没有能力制造恐怖事端，他不怕死吧？问题在这里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比911还严重了。911只是针对美国一个国家，今天这些恐怖分子会只对美国吗？欧洲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啊。你们都去支持以色列啊？对对，这些国家，欧洲国家里面回教徒很多的，是，回教徒在人类的这个总比例数相当高的，对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宗教里面又讲究的是以牙还牙的，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讲后遗症很大，这个后遗症搞不好连拜登的竞选连任都会出问题，对对，都会出问题，所以。出手的时候很简单呐、收拾善后远比出手还要难呐、没错。你以色列启动这个战争，打死了将近1万人，结果只打死一个哈马斯，那后面还有2万多呢，可能还越来越多。还越来越多。是。所以这个问题啊、真的，中国《孙子兵法》讲的“胜战”2个字，道尽一切的道理。战争发起很容易啊。收拾善后很难的、韩战谈了多少年呢、越战谈了多久啊？是，好，的确，我们发现说呢，美国现在摆出了5艘航母，看起来浩浩荡荡，声势很大。但是将军刚才点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第一个怎么样呢？你怎么样？你呢？其实只是呢，让很多艘的航母啊，在呢怎么样？拖延它的时间。好，比如说呢，2020年呐、林肯号他就曾经连续部署295天，创造了冷战之后最长的记录。然后呢，2022年杜鲁门号呢，他也部署来到285天。那这一次的福特号，他已经接近6个月，其实本来就应该回去保养了哈，就现在呢，你又把它派出去到中东去了嘛哈，所以你不断拖延它的时间，其实上面的官兵也许有人哈，可能也会蛮疲惫的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呢，你的军舰也是老化很严重，你没有新的航空母舰出来啊。福特号就是战力哈，就是一直都没有成军嘛，所以你就是这11艘，所以呢，它未来怎么样？你老航母会越来越多，然后你就不断的延役。比如说呢，尼米兹号要2025年要退役了，现在要延役了，好，然后呢，艾森恒号也要延役，所以呢，将军，这5艘航母你摆出来，看起来，将军说，你对于这些哈中东的一些跟你美国相比比较弱的国家，你可能还有办法可以威慑，但是
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并不是同样等级的。我们再把它呢，刚刚那张五张图，五个航母的部署，我们再把它放大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五艘航母，华盛顿号顾家嘛，艾森豪跟福特号威慑中东伊朗。那在亚洲的部分呢？将军，这有办法威慑吗？第一个是卡尔文森号，还有雷根号。雷根号跑到了南海去，卡尔文森号呢是哈到了西太平洋去。我们再呢回到上一张电视墙，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哈它也有相关的准备，比如说呢雷根号啊来了嘛，然后呢山东舰也出来了，然后呢最近的时候距离150海里，然后呢不只是如此哈，现在中国大陆还有派什么呢？动物也来了。好，还有包括综合补给舰，还有呢，像是零五二 D 啦，哈，还有这些零五四 A 呀，也来了哈，给那个山东号一些相关的底气。现在我们就谈南海这个局好了。那当初美国好不容易把菲律宾挑起来跟中共对抗，黄岩岛了，仁爱礁了，这些问那个破船的问题，挑起一个事端，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带一路啊，遭受到这个。拖欠了直走，那菲律宾也就听了你的话，在那里闹完以后，你要不要支持他呢？要给他底气，因为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还在执行任务嘛。是，那要支持他，派一艘航母，雷根号又怕不够啊。所以他要搞两条，他摆出来态势，一南一北啊，夹紧你的山东号，就是北边是卡尔文森，然后南边是。那意思他就是说，我也要镇住这个。支持菲律宾的决心，镇住你中国不要蠢动，因为吃定你就一个山东号嘛，辽宁号还福建号还没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他看出来好像是占了优势，但是你以为中国大陆是吃素的？怎么可能？对呀，你航母是你比我多一条，中国大陆如果是在大陆东南沿海，你来两条他也不怕。为什么、因为他路上的飞机路上的导弹可以 cover 他沿海的这个航母，对，但是你跑到南海啊，路上的东西可能就不能够完全直，尤其是飞机的航程不够嘛，所以中国大陆就觉得这个受到威胁了，受到威胁他怎么办呢？加派零五五，对，加派零五四，加派零五二，零五二，对，这三款呢，驱逐舰跟重大驱啊，都带了有反舰飞弹，都带了家伙。对，而这些家伙呢，我正怕你不来，你来的话呢，你干掉我山东号，我就干掉你两条。因为大家都有飞弹嘛。对。但是中国大陆的飞弹比你占个优势，是因为它有鹰击啊，鹰击二十一。这个是美国很伤脑筋的，鹰击二十一是东风十七的延伸版，对，它可以在飞的大气层里面，它可以上下动，对，左右动，而且是起飞就是四马赫，落下来是十几马赫，十马赫，你拦不住你愿意赌两条船10000官兵的这个伤亡，来挺菲律宾嘛？我跟你讲，打死他都不干的啦，因为对山东号只有一条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零五五、零五二带的这个鹰击啊，那家伙那是杀手啊，杀手！他已经不是航母飞机对飞机打仗，二次大战的航母作战是飞机对飞机的打仗，对，现在是飞机加导弹，对，导弹里面又加超音速导弹，你拦不住，变化就很大了。所以没有哪个是不懂战争的战术了。今天讲良心话。美国也不想在南海真的打起来，不会真的打。中国大陆也不想在这边跟你打，摆一个样子。大家就在那里秀肌肉嘛，所以观众大家都听不懂，为什么大家摆这么大的阵仗又不打呢？上次从佩洛西来，很多网友在那里等 ，Who is the chicken？ 是吧？谁不出手？对，谁丢脸？我跟你讲，大国斗争呢是千算万算，没有必要的时候绝不轻启战端。这为什么要摆 pose 呢？摆 pose 要争取盟友，菲律宾的信任，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，台湾对他的这个信任，所以他要摆 pose。对 ，pose 摆足了，双方摆嘛。那我记得以前看武侠小说里面一个武笔跟文笔，
打擂台啊，五笔就上来就跟你乒铃乓了。文笔就是大家嘴巴讲招数啊，我泰山压顶啊，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华山论剑，哎，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文笔的。OK， 就是大家把姿态摆足了，是，比方说我有这个决心了，这个我也不怕你，这就是双方在摆嘛。对，摆东西我们看得懂了，就是说摆吧。对，的确。因为战略家都知道说你要怎么摆，我也可以有一些应对的方式。以前中国大陆没有这个航母，或者没有这个岸基的导弹，没有这个鹰击系列，没有东风系列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你真的要来，尽管在航母的数量上山东是一艘嘛，那你美国是双航母，以为想夹击嘛。好，但是呢，中国大陆刚刚将军特别说了，中国大陆有些导弹呢你美国又拦不住，所以也当然不会真的开打。但是就呢这个账面上来看，鹰击21它有哪些优势？有五大优势哦。第一个呢，速度快，它0.5米，弹头双锥体的造型，然后飞行，飞行4马赫，末端10马赫你拦不到，体型小嘛，9米左右，可以卡车发射啦，甚至轰6K它也可以携带嘛。那这个如果比如说加了轰6K，它距离就来到3000公里，它自己就1500公里，然后呢轰6K 又1000公里，所以它 cover 的范围是3000公里，它威力很大啊。虽然只有1000公斤的战斗部，但是一发就可以打成这个航母的甲板，精准度也高。比如说上面有一个雷射陀螺仪，末端导引红外线的影像辨识技术，意思就是它误差被说只有五米而已，也是精准度很高，那当然就是无法拦截。那重点还有一个很大重点，就是呢它可以在055或052D 的区域上放，甚至连我们之前介绍了南海的利器022这个飞弹快艇，它也能够装4枚的鹰击21，光这个022都可以了。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超多，所以问题在这里吧。我们下象棋能知道，一起手当头炮，对方一定是放拐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既然来了航母，好，你两条，我只有一条，那我已经脱离了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个 cover 岸基的，但是我把它轰六装上以后啊。大陆的飞机也可以过来用鹰击打你啊，因为它就是作战有3000公里，它3000公里嘛，那这个就扳回一点嘛。另外把几条大区带去的鹰击21，那数量可多了。哎，它的112垂发呢？对呀，它112发垂发，它打饱和攻击哪有不命中？哎，这次哈马斯就是饱和攻击，而且它用的跟中国大陆等级差太多。天下没有100%能够拦截的东西，何况它是10几马赫。何况它的精度5公尺，对，那船航母的宽舷宽就30几公尺啊，哦，所以它都在它误差范围内，误差范围之内吧，怎么打落？所以你可以拦，你碰这个近迫防御，说不定拦了，拦饱和攻击的时候你拦它一发，你来个100发，一发中你就死了，一发中就很麻烦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心里都有底啦，你不要嚣掰了，你这样来我就这样去。你摆多少我就摆多少，这就平衡了嘛。对 对， 对，这就不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叫斗而不破嘛，就不能破嘛。是美国为什么要玩这些把戏，观众大家都想不通，全世界到处点火，到处又去掌控，这美国人玩的就是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， 我不能跟这些大国打，但是我要在我的掌控之下获得我的利益，这些利益包含什么？哎，这两辆航母来，东南国家都认为，哎，美国有保护的能力，台湾就哎呦，我能够有台独的决心，对不对？美国保护嘛，有底气。这个这是他的这个摆这个 pose 的好处，摆 pose 的坏处呢，就人家也摆出来了，你又就被看破手脚，又被看破手脚。但是好在就是说，一般老百姓看不破了。好了，看不破，但是记得看将军的评论就知道了哈。哎，摆这个 pose 啊，美国会摆，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能力跟你摆出另外一个 pose， 代表什么呢？我也有招可以对付你。所以呢，哎，双边的军事的控管，尤其核武的控管很重要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。
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